要不要做成本分摊呢？可以分成有确定年限跟没有确定年限。有确定年限，当然要做成本分摊，借摊销费用带来借摊销或带无形资产。如果没有确定年限的，那当然就不要做成本分摊了。所以哪些是无法确定年限的呢？大家先来想，商誉。我不知道这个商誉可以有多久，所以商誉是不用提列的，不用做成本分摊。第一个，好，商誉是不要做成本分摊。第二个，什么样的资产呢？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发展中无形资产，发展中啊，啊，既然它都还没有成型，我可以知道它可以有多久吗？当然不行。所以发展中的无形资产，因为我也不确定它年限，为什么不确定？它还在发展中啊，它还没有成为很具体的一个无形资产。既然它还不是一个成为一个很具体的无形资产，我当然就没有办法知道它也会用多久。对，像这种我也不用提列摊销费用。那还有商标权，好，商标权也是一样的啊，我公司存在这个商标就存在啊，我怎么知道我公司会存多久？如果这公司是什么要成为这个万年老店，那就不用提那个摊销费用嘛，所以商标权也是不用提的。那课本上举例一个就是什么执照，好，就是执照也是一样哈。如果说他举了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4G 的执照，你取得当时候有成本，好，你看你花了多少钱去这个争取到政府开发给你这张领取这个4G 的一个开通的执照。但是呢，你4G呢，假设你也不知道它可以未来，假设没有什么5G 啦，好，听说4G 出来才还没开始正式上路就5G 出来了。那如果假设先不管有5G， 假设4G 出来，我们可能4G 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它会更新的东西出来，所以然后再来呢，这个未来换账了不用什么费用，只要一个规费可能几千块几万块，那这种就是什么没有年限了，你就只有一次 4G 的执照之后呢，你可以将它规定的每年换照也好，两年换照也好，三年换照也好，反正你就是什么可以无条件没有支出的，没有无费用的再做换照，那也是什么没有年限。但是呢，如果像4G出来，毕竟5G 呢可能是三年之后就会什么又会出来了，那你只有三年，因为你有确定年限啊。好，所以课本上面举例的例子，它是取得这个证照执照，好，比如说电台的执照，它是到时候可以不限制的换照，那就是没有年限。那后来改变成有年限，就是以后呢，好，我呢三年给你执照，三年之后呢，我要再看评估你的等等等等，再决定你可不可以，你再来重新申请。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年限了，那你就要提列课本上面的事例，所以你自己看一下。好，这是折旧这个摊销费用。好，那除了摊销，那我刚除了摊销之外，无形资产都要做评价，评价就是资产结合，跟前面的不动产厂房及设备一样。好，但是我在做减损测试的时候，评价的时候呢，是全部的无形资产都要做，包括发展中的无形资产，包括商誉都是一样的。好，做资产减损的时候呢，所有的无形资产都要做减损测试，只要有减损发生，跟前面的不动产厂房及设备一样，我一样承认减损损失。好，那但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商誉，我们之前讲说减损发生了，再计累计减损，对不对？如果哪天价值回升，我可以把它回转，承认回升利益，对吧？好，不动产厂房及设备是这样告诉你的。但是如果你的商誉一旦发生了承认的减损损失之后，再也没有回转利益，也就是说商誉是不能回转的，商誉是不能回转的。好，因为你的回转可能是公司后面后来的一个努力所造成的，跟前面你合并当时所产生的商誉是无关。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商誉是不能产生减损，这个不能承认回转利益。好，因为商誉是你当时候合并的时候，你愿意投资的成本大于你取得可变现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但是未来如果你可变现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少了，变那个就是未来呢，你的商誉减损了，那你
你减损之后，后来又什么又增加的话，是公司之后的努力跟取得当时候是无关。所以商誉发生减损之后，是再也不能发生，不能再承认回转利益的。好，也就是它不能再回复，这个地方蛮特别的。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啦。那如果你要把它卖掉，就看你卖掉的金额跟你的中间价值来决定。好，就处分的时候比较简单。好，处分的时候比较简单。好，这是第四个阶段。如果呢，我专利权后面的后来我不要，我要把它卖掉了，那就是以卖掉那时候的公允价值来一张就好了。好，这是第四个阶段。好，所以看一下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好，忍耐年限。无形资产，好，可以看一下，在414页，无形资产的持有跟处分，好，看一下，好，非确定，好，就是没有确定年限的，无形资产在事例二，好，那事例三呢？当它从没有确定年限变成有确定年限的时候，要怎么处理？那后续支出，好，那可以看一下，好，好，后续支出呢？其实，它这里举的例子是哈，跟那个电梯有点像，固定资产的重置有点像，好，有一点像，我们可以看一下，好，这个是，好，那这个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比如说他说呢，去买一个软体，好，软体里面的某一个小部分的软体，后来做一个 update 啦，或者是更新，update 的更新哈，做一些重新的一个调整，好，所发生的支出成本要怎么认定？好，这里可以看一下，就是4。那无形资产的减损，好，好，跟前面的不动产、厂房及设备是很相似的，好，很相似的。好，但是呢，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哈，它这个减损，你可以累计减损，好，那发展中的无形资产，那它不用做成本分摊，但是它要做减损测试，好，这是我们刚刚提过了。那它的结论，好，重点在讲第四节。第四节我只提一下。好，因为只剩下10分钟，可是第四节你可以发现它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比较而已，是相当复杂。好，相当复杂。好，那所以呢，我先提一下这个概念，之后让你回去自己慢慢读，好，慢慢的去仔细看它后面的事例。那个事例如果在黑板上，我在白板上，我要从头到脚，我相信呢，你们大爷。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去能够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或者是怎么做，怎么去计算他的金额，怎么计算他的金额。好，那我们讲一下商誉，商誉原始的认列跟后续的评价。那如果是自行发展的商誉是不得入账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商誉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企业合并所产生的商誉，商誉也不能单独买，商誉是不能单独买的，所以它一定是什么？一个不可辨识，因为它不能单独买。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我的商誉怎么入账？在422页，移转对价的公允价值就是指这个取得成本，就是 A 公司取得 B 公司，它移转了什么东西出去？移转它的现金，移转它的其他非货币性的资产一样的公允价值，就是什么？就是我的这边所谓的取得成本，在这边，好，现在国际会计准则它只要一个名称，啊，一个名词啦，就是移转对价，啊，移转的公允价值，啊，移转对价的公允价值，减掉取得可辨识资产公允价值，减掉承担的负债的总值，也就是资产减掉负债，只是资产是指可辨识的资产，意思我刚刚讲的。那企业里头怎么会有什么不可辨识呢？如果企业里面有商誉，所有的无形资产里面就商誉叫做不可辨识的资产，好，不可辨识的无形资产，好，所以如果这个 B 公司里面原来有商誉的这个无形资产的话，当我们在评估 B 公司的这个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时候，这个无形资产就是零，商誉就是零，因为它是一个不可辨识的，我只针对它可辨识的资产来计算它的公允价值，减掉它承担的负债。好，就是我黑板上简单写的。好，那后续的评价呢？就这边讲哈，你可以看一下，在422页，根据 IFRS 3跟 IAS 36号公报的规定，商誉入账之后不得摊销，不必做成本分摊。
但是他每一年必须做减损测试，有减损损失发生了就要认定金额。好，而且已认定的减损不得回转，不得回转，刚我都讲过了。好，好，那其实呢，每一年啊，你要记得哈，他讲每一年要做减损测试。商誉的减损测试，它只是指定期，它并没有讲一定要年底哦。我们讲不动产偿还及设备，或者是无形资产，或者是天，一号性资产，期末要做减损测试，都是指期末年度结束前，好，或者是年度当结束当天。但是商誉减损测试的时候，它没有规定一定要期末，它只要求定期。好。商誉减损测试呢，它只要求每一年要定期，可是你不能说一百零一年的时候我是十二月，101年的时候我变成十一月，不行，就定期，12月1号就12月1号，好，每一年的10月就10月，它就是定期，它只要求定期，并没有要求期末。好，就是你要了解一下商誉的规定。好。那我们看一下呢，示例六，这个示例六比较简单哈，后面的例子比较复杂一点，你到自己再看。他说呢，欧家公司呢，X7年初以475万购买一位公司全部净资产，那出售前净资产跟负债就在右手边，他有给你他的账面金额啊，但是后面呢有告诉你哈一些，他说呢，这个欧家公司呢，对一位公司的各资产呢做了一个评价，好，它相关的公允价值如下：预收账款的呆账应该要增加50000，然后呢，在成本呢，存货的成本呢，因为没有办法反映现实价值，然后我评估之后呢，应该调整为450000，好，应该调增为450000，那原来呢就调增好450000，原来是1200000，所以应该是1650000。然后呢，厂房设备呢的公允价值叫账面价值第200000，所以它的厂房及设备原来是250000，应该就230000。好，然后呢，商标权的成本100000漏掉了。好，那这个原来账上是100000哈，就漏裂啊，但是公允价值是200000。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这个分录呢？你可以看我全部的可变式的资产是多少？715万，在我们的423页的公允价值那边哈，原来的账面价值是675万。好，但是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四点的一个调整之后呢，它公允价值是715万。啊，负债呢，它原来认列的负债，应付账款105万，应付票据95万，长期负债120万，如果都没有变动的话，好，所以呢，它的公允价值715万减掉。它的负债的账面价值320万，说715万减到320万，所以呢，它的可变式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就395万，对不对？你把资产715万减掉负债320万，就得到395万的可变式净资产的公允价值。那我付了多少钱呢？欧家公司付了750万。所以他承认80万的商誉，请你看一下，在我们的423页的底下，就把怡威公司的这些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那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商誉是不是80万？我已经算过啦，可变式资产是715万，减掉他的负债320万，所负担的负债320万，所以。可变式净资产是395万，那移转对价的公允价值是多少呢？475万。好，移转对价的成本是475万，所以减掉之后得到商誉就80万，这样来的。好，所以商誉就决定了，就是我们的示例六。好，就很简单，大家可以看懂吗？好。那什么是负商誉呢？就是颠倒了我刚刚讲的，如果我移转对价的公允价值小于取得可变式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话，它就产生
傅商誉，请你记得，傅商誉只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 account， 它不是一个会计科目。商誉是个会计科目，傅商誉不是个会计科目。那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刚刚是不是讲说，我取得的我的遗产税价是大于我可变现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我叫做商誉。商誉是一个会计科目。但是如果我遗产对象的金额是小于取得可变现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话，不产生负商誉。那负商誉不是一个会计科目，只是一个概念。好，那如果发生怎么办呢？既然它不是一个会计科目，它发生怎么办呢？我就承认收益，我就承认移转合并时候所产生的收益，就是承认收入咯。收益的话呢，就是列入损益表。所以假设刚刚后面应该有这个例子，假设事例七，好，它呢的公允价值跟前面一样，但是呢它的移转的金额是，好，假设它移转的金额是多少？290万。这边都一样 ，B 公司可变式的资产公允价值715万，负债是320万，所以可变式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是395万。但是我现在付了什么？我只付遗产对象的公允价值就290万。好，所以呢，395万跟290万。我是不是产生了105万的负商？好，那后面的事例七就告诉你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形，我对于他的资产全部用他的公允价值入账，负商誉承认为什么？请你看看事例七最底下，廉价收购一笔105万，现在看懂了吗？他没有代记负商誉，因为我说了，负商誉不是一个会计科目，商誉是一个资产啊，它负商誉难道是一个负债吗？不是吧？好，所以如果产生这种情形的时候，我直接承认为收益，廉价收购利益，下课。